回来啦，累死我了。我叫了老隋，不过呢，他说他出差了，来不了，只有我帮你庆祝啦。好吧。你发单去，他肯定是整个屋子最开心的人。你们两个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了，不至于吧？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也最让我难受。他这么笃定我会被陷害报复，不就是因为不相信我的实力吗？怎么会？他敢啊！他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确实，话说的有点重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。我一直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，所以我一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怎么说我。但唯独他，他的话总能打到我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，我不舒服。就是口不择言嘛。行吧，等他回来，我找机会和他说说吧。真是，这就对。哎，你不是那孙子偷你歌，这些都是你歌吧？那制作人是给你发了一首，但你写剩下那些全给唐岩了。